新闻 M300RTK 空载续航55分钟，较 M220RTK 提升63%。机身六面配备了双目视觉与红外传感器，上下30米，前后左右40米全向感知。全新 Oxen 行业版图传，传输距离15公里，较上一代提升87%。三通道 1080P 实时图传，蚕丝 H20 系列产品是大疆首个混合传感器解决方案。H20 系列产品标配23倍混合光学变焦系统，2000万像素变焦相机与1200万像素广角相机，1200米激光测距仪。在此基础上 ，H20T 配备了30帧红外热成像相机、变焦、广角、红外热成像相机、激光测距仪，集齐一身。经纬 M300RTK 加蚕丝 H20 系列云台，以实力刷新想象，树立行业无人机新标杆。大疆每一代的新品的性能都会大幅领先之前的产品，那我们的这个经纬 M300RTK 也不会例外。那接下来我们将从飞行平台、任务负载、智能功能，还有我们的生态服务这四个方面，给大家详细的解答一下我们大疆经纬 M300RTK 的强大之处。一、飞行平台。一个强大的行业无人机必须首先有一个强大的骨架。经纬 M300RTK 采用了全新的机身设计，最大的载重也提升到了2.7千克，这样的话你可以搭载更多的这个任务负载。它整个的提升啊，较 M200RTK 提升了近1倍以上。它的这个无负载的续航时间啊，达到了55分钟，是大疆续航时间最长的这个飞行平台。严寒酷暑，行业无人机要面对复杂的这个环境，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些恶劣的环境下还能够保证安全稳定的这个运行，能够更好的帮助我完成任务呢？所以说我们在设计上啊，就要下很大的功夫。 M300RTK 的这架无人机的飞控系统采用了双鱼度备份的 MU 还有气压计，并且搭载了我们的 RTK 的双天线系统。那双天线系统可以带来高精度的定位，它的这个抗磁的干扰能力啊大幅的这个加强，它能够在高压线、金属建筑啊等强磁干扰的环境下能够稳定的作业。我们的无人机采用了 TB60 的自加热的电池，可在-20度到50度的环境中啊正常工作，并且啊电池支持热插拔，在不断电的情况下我们就能够迅速的更换电池，这样能够节省我们的这个作业的这个时间。啊，标配了啊 BS60 的智能电池箱，能够在30分钟啊充满我们70%的这个电量。我们整机的防护性能达到了 IP45， 它可以在这个小雨中啊执行我们的这个工作任务。能够飞得更远啊一直是我们的追求。经纬 M300RTK 采用了新一代的奥克森行业版的图传，传输距离可达15公里，并且能够同时传输3路的 1080P 的这个视频。传输的过程中啊，我们还支持 AES256 的加密技术，并且还支持 4G 的备份链路。我们也内置了 DJI AirSense 这个功能，它可以检测周围航行的情况，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我们的这个运行的这个安全。经纬 M300RTK 不但可以检测周围航行的情况，而且它还像我们一样拥有一双眼睛，能够感知外界的世界。大疆工程师啊，在飞行器的前后左右上下都配备了我们的这个双目视觉还有红外传感器，这让它实现了6项的定位及避障，采用了全新的这个视觉惯性里程计的技术，实现了精准的位置和速度的这个估计。在我们的这个定位信号啊较弱或者是没有定位信号的时候，它都能通过我们的视觉这个系统提供一个飞行的这个稳定。例如之前我在桥下进行这个飞行，那我们经纬 M300RTK 的飞机啊一直悬停的非常的稳定，而我旁边飞的我们的这个小飞机它就在说姿态模式一直在飘。除了这个6项定位的话，我们也带来了6项的避障，我们支持前后左右上下6个视觉的这个避障。我们前后左右的感知可达40米，上下的感知距离能够达到30米，并且我们还可以再加装毫米波的一个雷达。那全方位的这个定位和感知的技术让我们的这个飞行安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样的话你可以在更多的环境下去飞我们的飞机，完成更多不同类型的这个作业。我在2013年从事航测作业的时候，那时候的话我们的这飞机啊只能通过数传链路传回一些简单信息，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位置，还有我们飞行的高度还有速度，那时候还不能把这个图像啊给实时的回传回来。所以说那时候我们的作业每天最开心的事啊就是说作业完成之后我们的飞机安全的飞回来了。那我们就在想说我们能不能给我们的飞手啊提供一个全方面的一个信息，将来在我们的这个作业的时候啊我们能够对外界有个准确的判断，这样能够保证我们这个飞行的安全。那我们大疆 M300RTK 架飞机啊今天带来一个全新的这个飞行辅助系统，它将这个飞行参数啊比方说你的这个风速、风向、高度、航向、目标信息以及返航点的一个信息啊，并且还包含了这个周围障碍物的信息啊，都能够整合到我们的飞行界面中。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能够让我们在远程飞行的时候啊做出一个准确的飞行决策，保证我们的飞行安全。有这么远的操控距离啊，我们也升级了我们这个双控的模式，它可以支持空中的这个交换控制的操作。我们两个飞手啊在异地啊就能够实现我们的这个飞机的这个起降，方便了我们的这个作业。有人经常问我啊，你这个飞机啊什么时候啊要需要维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的工程师开发了无人机的健康管理系统，能够帮助啊诊断 M300RTK 的各项的健康指标。在这里你能找到我们飞机什么时候需要去保养了，它出了每个问题，它的怎么去办，它都会通过这个系统告诉大家。所以说有了这个系统之后的话，它就能够让我们飞行器每次都能够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我们每次的这个飞行任务。二，任务负载。一个强大的行业应用无人机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任务负载。那大疆经纬 M300RTK 支持上至单云台，下至双云台，它最多支持三云台负载。它支持的这个相机有比如说我们蚕丝的 XT2、XTS、Z30、H20，还有我们的 H20T 云台相机。我们的老用户肯定了解我们精灵系列的相机它都是广角的镜头。我们蚕丝 Z 系列的相机它是变焦相机。而蚕丝 XT 系列是红外相机。那以往的话我们都是根据不同的任务选择我们不同的这个设备。那我们能不能一个设备就能满足我们所有的功能，这样的话我们使用起来就会更加的这个便利。那此次大疆的工程师将广角相机、变焦相机还有我们的热成像相机、我们的激光测距仪，我们把它整合在一起组成了首个混合传感器解决方案，蚕丝 H20 系列云台相机。 H20 系列云台相机分为了 H20T 还有我们的 H20 两个版本。 H20T 在 H20 基础上配备了30帧的红外热成像相机，能够提供我们现场的这个温度信息并且可以同时记录广角、变焦、红外三个相机的这个视频。蚕丝 H20 系列的云台相机支持23倍的混合光学变焦，变焦相机的像素高达2000万，这是在同一高度、同一角度分别用我们的 Z30 还有我们的 H20 拍摄的照片。那通过照片我们能够看到两者比较清楚的这个差距， H20 拍摄的更加的这个清晰。此外 H20 系列的云台相机我们还引入了这个激光测距仪，它的探测距离能够达到1200米，就让我们这个回传信息有了实时的地理信息，那我们就知道在画面中物体的位置到底是在哪里。并且我们还可以通过切换内置的滤片我们实现了 eye cut 的功能，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暗光环境下提供很好的这个目标识别的这个功能。三，智能功能。我曾经参与过上海迪士尼工程建设的拍摈，当时我们通过无人机简单的拍摄了一些照片，那他们可以通过照片中的这个影像的数据可以大概的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工程的这个进度。当时我就在想，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无人机可以采集高精度的数据，这样就可以在我们工程进度方面提供一个比较科学的依据。到了现在，我想我们经纬 M300RTK 架无人机已经做到了，它搭载了 DRTK2 的天空端，在配合地面端的 GNSS 移动站或者是网络 RTK 服务，它能够提供实时的厘米级的定位数据，配合上我们的这个时钟同步系统它能够实现微秒级的同步，这样会大幅提升
啊 POS 数据的这个精度，它能够做到免相控的作业。在2015年我参与过位于舟山的跨海电塔的拍摄。那拍摄电塔这件事情啊，你需要在不同的时间点对电塔进行拍摄，而且你每次都要知道那个最佳的拍摄时间，而且拍摄的时候你需要离我们的电塔很近，所以说这样工作它是一个重复且不太安全的这个工作。如何让这份重复的工作变得简单呢？经纬 M300RTK 引入了任务录制的功能，可录制飞行器的位置、云台的俯仰、变焦、照片拍摄等多种的动作，下次作业时你就可以直接的调取，这样就实现了我们这个自动化的作业。有朋友又说了，我们在实际作业中我们不可能只拍摄一个电塔，那如果要拍摄多个电塔怎么办呢？这次我们把我们的航点飞行的功能进行升级。航点飞行现在可设定65535个航点，这样的话就方便我们录制更多的这个作业的数据。在实际的应用中我们发现，比如拍摄过程中无人机会受到风等因素的干扰最终会影响到拍摄的结果。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大疆引入了 AI 的技术，配合蚕丝 H20 系列的云台相机我们实现了精准俯拍。你只需要在拍摄照片中空选拍摄的目标，在下次任务中会通过机器学习自动根据样本照片自动的寻找目标，这样就实现了精准的俯拍。这三组画面中第一张是我拍摄的，第二张是另一架次拍摄的，第三张是通过 AI 拍摄的。结果很直观， AI 拍摄的是重合度最高的，对于重点巡查的区域可以使用超清矩阵拍摄，框选一个区域一键可获取一组2000万像素的照片，每张照片都可以单独的放大查看。我在2016年在福州参与了由民航局组织的海上搜救演练，那当时的话我们只能通过画面来看到这个落水人员。你想一下，就海面都是水，其实我们并不能准确的知道落水人员的位置。经纬 M300RTK 配合上我们的 H20 系列云台相机可实现对目标的智能定位跟踪功能，在发现被困人员时就能迅速的获得其准确的坐标，并且我们可以通过比方说遥控器或者通过大疆司空等在线平台共享给地面搜救人员，这样就大幅的提升了我们搜救的效率。搜索的时候不一定是固定目标，还有可能是移动目标。针对移动目标，比如说人、车辆、船等经纬 M300RTK 能够自主的识别，并且能够让目标始终保持在画面中心，可自动的变焦追踪，这样子大大的提高了我们这个搜索的效率。四，生态服务。经纬 M300RTK 依然标配了 SDK 接口，通过 Mobile SDK 可以开发应用软件，通过 Pilot SDK 可以开发类似气体探测器、喊话器、多光谱检测等负载设备，通过 Onboard SDK 可让外部的处理器负载配件控制飞机。如果想学习巡检安防等行业应用技能，请报名会飞相关课程。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